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。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霜血雨，承载着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生命情谊。今天，让我们穿过时空隧道，重新回到那战火与苦难交织的30年代。1938年的上海，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他的上空，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他的胸膛。与此同时的欧洲大陆，虽然德国已经开始了反犹浪潮，但无数善良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历史浩劫即将来临。水晶之翼，良知被吞噬，生灵遭涂炭。来者的异端邪说被奉为真理，狂热的追随者用坦克和屠刀摧残了犹太人的家园与生命，用无知和疯狂摧毁着5000年之久古老的犹太文明。失去家园。